1997年6月30号，我就到了重庆市大剧场，就是去拍那个香港回归祖国的照片。我在那里等了6、7个小时，用的胶片相机记录了倒计时最后一秒的精彩镜头。因为当时要用胶片拍到这一秒是非常不容易的，然后还选择位置，你看那些市民参加都在欢呼最后一秒。如果说当时这一秒如果拍不到，如果为零的话，拍出来也没意思的。就是当时的底片，当时我们摄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没有数码，所以说用胶片拍难度相对较大。我胶片现在一直在保留起。2008年，我也去过香港。我觉得香港是个很美丽的城市，和重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，我愿香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繁荣昌盛。